明一下那个感恩餐会是不是有邀请函院长？邀请的话我们都有邀请，那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工作上面很繁忙，那不管是院长或是市长，他们其实行程都很多，对，所以我们当然都很期待说能够看到他，但是具体来说他们的状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今天来应该会帮韩院长准备好茶啊？当然一定会啊，不会让他再喝到热的 whisky 啊。让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龙年贺岁啊！我们龙年的这个大家好运龙中来，好，来我们请我们各位来我们都给是。哎，是酒啊！给你大杯威士忌啊！真的假的？热的，茶嘛。不是啊，送我一把威士忌跟茶。来来来，大气泡的。一大口，等一下，马上来。我还空腹不好意思，我还没吃，都被醒了。来，有点小误会，小误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来。我想要热热的应该是茶。现在是酒，现在是烫。啊，现在。在这里向大家拜一个晚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谢谢啊！我特别跟大家致歉，也可以看出来我的眼睛非常疲倦，因为我们今天开了一整天的院会，开会的过程之中难免会有一些激烈的火花，所以这个肾上素啊都不停的激发，一整天之后啊，然后呢还要刚才跑三个地方。最主要今天这个台湾工商总会通知非常的晚，所以说答应人家两个行程呢、是上个月就安排好的，所以今天如果我迟到实在是因为另外两个行程要先去，特别向各位在座的工商企业的好朋友啊致上最高的歉意，请大家多多原谅好吗？好。我时常在想我们政治行业跟企业家之间如何的分工，我这个问题其实在我脑海之中很多年。台湾工商总会是台湾工商企业界的组成，企业家无非是追求最大的企业的利益，对股东有所交代，但是政治人物呢，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国泰民安，人民能够幸福快乐。但是有一个很让人一直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政治人物到底要为企业家做什么，能够让企业家安心冲刺自己的事业。其实这问题其实在我脑海之中浮现非常非常的多年，因为我从政很早，32岁进入政坛，然后再来到了立法院，然后离开政坛，回过头来再进入政坛，我时常在思考如何让政治界跟企业界能合作联手打造一个更好的经商环境。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不是吃政治这个行业吃这碗饭的话，我一定是希望政府帮我创造所有经商的环境跟条件，我不需要政府帮我接订单，我自己会努力，我也不需要政府帮我培训员工，我自己会有很好的劳工教育，提升我职工的素质，我也会产业升级，添购最新的设备，如果我是个企业家，我也会考虑规避风险，做各种布局。这个就问题就来了，那你政治家政治人物能够帮企业家做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想不清楚，很多地方会模糊掉。其实我思考了很久，政治人物应该要发自内心的来思考，我如何帮工商企业界创造最好的条件。像现在云林科技园区台积电要进驻，嘉义台积电要进驻，它就需要水，需要电，需要土地，这些环境它都要做好。所以我们政治人物应该要帮所有的工商企业界做好一切的条件，这样子大家自然会往前冲。另外我们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治安工作抓好，现在诈骗集团这么多，两岸之间能够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像这些，我们把这些条件做好，那我们感谢企业家创造工作的机会，也给政府带来的税收。我想如果这样的分工是确定的话，未来从事政治活动的脑袋就会非常清楚，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那从事工商活动的脑袋也会清楚，我就好好冲刺我的事业。这样子的合作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完美。所以在这里参加台湾工商总会萧理事长办的活动，还有各位这么热心的安排，我们希望未来企业界跟政治这个行业能够更紧密的联系，创造更多良好的环境，让企业界可以展翅高飞，创造更多的利益，分享股东，也照顾员工。我想这样子是最完美的。那我再一次要致歉，因为来的实在是太晚了。那在这里我一样很诚恳的发自内心的祝福大家，希望龙年大家都能够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大三年，好不好？好，请大家多多谅解，因为事情实在太多，活动实在是太多，如果有不礼貌的地方、迟到的地方，务必请大家多多原谅，好不好？我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吃饱肚子。好，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了。我们院长今天有带礼物来，哎，今天呢，知道我们有我们台湾工商总会十周年呢、啊，所以院长特别带来了一个我们的中堂祝贺的中堂，来给我们的萧理事长以及我们的徐总会长啊，来代表接受，来吉商会友呢，热情掌声鼓励。十周年，十全十美，谢谢，掌声鼓励，谢谢。那接下来院长。这杯水酒敬一下大家。好，我们在现场拿手机的、举杯的，我们一起共同举杯，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龙年贺岁啊！我们龙年啊，这个大家好运东中来。好，来，我们请我们各位来，我们的副会长，不好意思，还有我们各位这个都一起上台。好，谢谢。这个全部是酒。是。哎，是酒啊。一大杯威士忌啊。啊，真的假的？热的。茶啊。哎，不是啊，是我一把威士忌跟茶。来了，来了，奇妙的。我喝一大口就给你吓死了，马上来。我还空腹，不好意思，我还没吃。都被惊了。来，有点小误会，小误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来。我想热热的应该是茶，刚刚是酒，现在是烫啊，现在烫冷着烫了。谢谢，谢谢。好，那热乎乎的，还院长热乎乎的啊，暖乎乎的，因为今天天气也热。